王宏成拥有超过150公里的快速球，今年25岁，学生时期赴日就读高中和大学，毕业后在独立联盟石川百万之星打了一年，返台加入崇越科技，在冬巡赛、春季联赛中频频飙出火球，吸引职棒球团注意。先前受访时曾提到，希望加强控球以及变化球后再挑战职棒。如今他准备好了，被球团推荐参加选秀会，他要将他的火球带到职棒场上。